朝天门吃一个鲍鱼。这里面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宝宝们，我们来开蟹头。宝宝们开灶啊！两个腿儿，看好不好吃。掉了。老铁们，马上直播啊！直播间吃迷你小八爪，一口一个啊！先吃个蟹子，蟹子剥开，好久没有吃长沙蟹了。宝宝们马上直播啊！直播间造今天下午做的这个海鲜咖，先剪个板蟹的腿啊。好，看肉。老铁们，我们来看一下小钳子里面的肉肥不肥啊？如果肥的，给我个双击666。啊、哦，妈呀，看肉啊！老铁们马上开播哦，开播来聊天啊。我先吃个啥来着，这手端的，阿根廷红虾，皮皮虾，先吃个小八爪吧，来焖一个小八爪。老铁们先吃个粉丝扇贝。错，老铁们，今天把这个大的给下完啊！双击加关注，下个视频吃这个大的鸡排啊！